康熙来呢，就要表扬我们过去这一年来上康熙来的表现最棒的几位明星。今天是除夕围炉，主播单位邀请了去年的康熙人气王，看咱们工作人员要来玩交换礼物。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来的来宾，他们呢都带来了他们精心准备的礼物，有一些应该真的是真心的东西吧。我觉得今天是大家拿出好的，因为我个人提供的礼物，我觉得没有人不想要。你这最可怕了，你这很可怕哦，不会又是通便的东西吧？就是我不会搬出什么个人阅历这种让人家很为难的东西。可是我们节目可能会搬出这个东西，你个人也许不会拿出这个来，刚出来节目可能会拿出这个来。可是无论如何呢，我们今天光临各位明星，他们自己准备的好礼物是要抽中以后送给某一位工作人员的，那希望工作人员收到之后可以过一个好年。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呢，他们都是过去一年当中对于康熙来了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以及创下了某一些记录的。可是老实说，我今天看到名单的时候，我有点意外，来康熙年度次数最多的人是这几位耶。我也有点吓到耶。好，我们要欢迎的呢，这位女生她来的次数领衔最高耶，高于在号称100多位明星当中是次数最多的一位。可是这位你是不是有想说她有来那么多次吗？我真的很意外，我想她自己也不知道吧。然后她创下次数是来了19次，也就是说在我们每周播出5天当中加起来她一共来了19次，算很多吧，因为等于我们一年是52个星期，所以你等于有一半的星期都有看到他来上康熙。因为他算是一个蛮冷漠的明星哎，可是很漂亮。很漂亮，你怎么了？对了，就是如果是常常上节目的来宾当中，他算是漂亮的。就是你说常上节目来宾还分成，就是有的人实在外形不算很漂亮，有些是靠口才啊，有些是真的。是是，观众应该很惊讶，我们欢迎他出场。欢迎，我自己也超惊讶的。你是从电玩游戏当中出来要去打怪物吗？没有啦，因为对，就你今天这套很大胆哎，真的耶。其实我是要脱掉，但是我等会有一个是跟我穿一样颜色，我想说我就留个这一件好了。可是你这一套总有一个的衣服，你这个有发想跟主题吧？每次来我都想说有点特别的那种造型。是年度来康熙次数最多的明星？对，我也不知道。你有察觉这件事吗？没有，完全没有。是不是我们鬼扯的？我不知道，应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压力，已经没话聊？只是不想再聊一样，就是你知道孙协志啊，后来没有，对，因为真的是，对，我们后来在聊什么啊？因为19次真的很多耶，后来就也没什么特别聊啊。你今天带的礼物怎么样？今天你要带来给我们送给我们某一位工作人员的礼物。是像样的礼物吗？像样，不是胡闹的。不是，就跟我今天打扮有一点点的关系，就是诡异。诡异的礼物，有特别特别。我不觉得导播或摄影师会想要获得你身上任何的东西耶。不是我身上的东西啊，是有实用的。今天都不是给我们自己，是要给幕后的工作人员。好，欢迎你丁小晴，谢谢。下月来18次，这个有来18次吗？我是真的蛮常看到他的。那是因为你跟他是好朋友啦。可是代表作，你可以。我问你，他来的时候，你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高兴，因为你们是熟人。可是他常不记得自己要说什么耶。就是有的时候他要开口前，我会替他有一点紧张。可是我后来发现他那个就是顺畅非常多。只要开口都很好。对，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如果回顾他以前来上康熙，会不会发现他胖很多？真的吗？现在吗？他现在胖很多吗？就是你如果不拿以前的影片比较，可能不会发现。可是，一比，我觉得哎，他有胖很多吗？没有，最近又瘦了。有吗？有。好，我等下看一下。你看啦。好，换过来。还是我太严格？没有，因为他挥手，手背都没有晃动啊。你没看他就这样用力夹住啊？你好好挥。怎么了？没有，就是晚上吃太多啊。哎，你们真的很严啊，因为他腰还在啊。对啦，他的这个区块都还是身材很好。所以这个蝴蝶袖是致命伤。蝴蝶袖的。没有，我看你现在看，你真的会觉得他还是一样。可是你等一下看回顾，你就知道了。嗯，我还好啊，脸颊也没有。哎，我很好奇，你偶尔就是转头会不会乱掉，忘记自己的脸？
我会被他盯到哎，自己整自己。你当中大部分时候是跟丁小晴一起来的吗？好像有好几次都是跟丁小晴一起来。我也想说，哎，丁，你怎么可能第一名啊？对啊，我想说应该是你吧。来宾次数第二高的 Makio 小姐，谢谢 Makio。第三个很奇怪，他不是后来不来了吗？因为他这样还能第三高？他几乎半年都在封杀我们啊。那如果他不封杀我们，他岂不就是第一高吗？是。所以原来他在封杀我们之前已经来了很多次，所以他是靠前半年那几个次数在撑。你当时有察觉他来很多吗？有。你厌倦了？真的吗？没有到厌倦，还是喜欢他，可是羞辱他的词汇会变得就是比较大同小异。所以他一段时间没来以后，后来再来，你又重新燃起了对他的斗志。可是就觉得他真的是体型也是有变化吗？我们要欢迎这位是男生哦。你今天穿黑色看起来比较没有像是有走样的样子。是啊，就跟两位拜个年啊，恭喜发财，恭喜恭喜，祝您行个大运吧，啊，你也行大运。你表情是诚恳的祝福吗？因为我很惊讶，你封杀我们节目半年，你竟然还可以荣登第三高哎。这一点都不意外，为什么我会那么臭屁这样讲，知道吧？第一个，我想是因为你醉了吧。其实很多人。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恶心？不会，你说什么都不会太恶心。哦，是哈，其实蛮多人就康熙这个节目啊，近年来了，蛮多人喜欢看我跟你之间的互动。有，我婆婆就很爱看啊。是吗？对。她说那个脏鬼怎么那么久没来？我不相信你婆婆会讲这个话。对了，我自己家的啦。你自己也有在争一赌一口气，说我一定要让康熙知道我的粉丝具体人数有多少？不会不会，因为他接机阵仗很大哎，有超过五十人吗？没有有人接你，他们是说有人接你机对不对？没有是那个片商演出商、okay. 演出商那有，他们是讲说要看看活的赵正平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是讲这句话。好，我想看死的。你是说你的观众到现场就说我们是来看活的赵正平？对对对，很多人想说要看活的赵正平。这句话有感人吗？他们是粉丝吗？什么叫看活的？因为他们一直觉得在电视框框里面看到跟花钱买票看你赵正平，那是不一样的态度啊。看你反肉身，对对，整个人的状况。所以有些人会借机买了票以后不从大门进，他们在后门等着，然后跟那个警卫说我有买票。对，那但是还不能进去，所以我可以先进来。警卫他可能管理比较松散，他进来就让他进来。进来以后我也不知道，走的时候就在走廊遇到，他就坐在那边，然后他就说：“赵哥，我等你好久了。”我说：“要干嘛？你是工作人员还是什么？”没有，我只要跟你合个影。合影。好，那合影没事，小事，就合个影。所以就那一个是不是？不是，我怎么可能？你不要这样讲，不是一个，我当然是有好几个这样子。我不能讲，大概有八个。我如果讲八个也被你骂。我讲你才开心，气死！你大过年的可不可以说点好话？对，我照啊！你不是刚刚那一个，你一个我呢？我如果是你，我一个，哎，照，你这样很厉害，还有人讲，对对对，对不对？就那一个，我直接杀了你！我跟你讲，没事没事，这段剪掉。所以那些粉丝有一句鼓励你说你回去告诉小 S， 你才不只有五十二个什么这些吗？对，有的会在微博上面留言什么啊？讲一个很可怕的事啊！好，那一天来以后。我们27号播出，是我28号当天冲10000人上来。你说我粉丝多了，我那天本来150000人，你有十一天就变160000人，我把我吓一跳。然后就很多人就鼓励啊，要让十五万很高耶，还好吧？你们400多万的我，你不要跟我们比啊。如果真的在一个月之内让我破50万的话，对，我就发媒体，我给两位磕3个响头，再摆桌请客吃饭。我们还要配合你吗？所以我就没有讲那个事。该要磕也可以磕啊。但是没有破那个记录，我是神经的。大过年我要跟你拜寿吗？给我拜个早年呢。你疯了你？那你是不是包红包给我？你过年给我磕个头会死啊！我想你2011年上康熙的次数会减少非常多。我又不稀罕，那要讲大家一次讲清楚啊。我的火力也是很强的。是是是。你几岁的人跟我计较这个？不是，你老是弄我呀！你是不是男人呐？你不弄我，我不会弄你。欺负人啊！欺负弱女子，打人呐！好不好？打人呐！杀人犯，我先来。打人，老婆快点保护我。我是不会欠你计较的，好吗？
我会计较。好，接下来的这位呢，他好另类。对，而且他有来那么多次吗？我不觉得，因为他这几位是我们的熟人，可是这位老师真的不能算熟人哎，他是比较晚才加入康熙的，而且我们跟他的交往算是蛮公式化的，就是录完影就也就结束。来的最多的一位评审老师，我们欢迎他。欢迎。你有来最多的评审老师？我也会不会算错了？还是说是以你看过的明星次数最多的？因为卸妆一次你就看个五六个嘛，对不对？还是说是另外一个 Kevin 啊？我们把两个 Kevin 叫在一起了。不好意思，我们发生了。因为卸妆是另外一个 Kevin。今天带来礼物怎么样？还行吗？我很用心 ，OK。而且我的礼物很丰富，不是闹场的。不会是你的品牌的吧？不是，绝对不是。可是是要什么摄影师跟导播是用得到的哦。男女皆宜 ，OK。那算好，欢迎 Kevin 老师，谢谢。我们来宾以后会不会不敢来啊？接下来这位我完全不理解，他怎么可能站到一个位置？我只记得他有一次跳舞还蛮令我惊讶，就没了。对啊，这位荣登的呢是叫做 CP 值最高，就是多功能，然后可以发挥功效，可是却不会造成我们太多的花费。嗯，这很不礼貌吧？就物超所值，什么说法呀？好，欢迎这位明星。好，小孩子好 ，Hello，Hello。他越来越有那个明星的样子，吃完安眠药的风格，他走路都走不稳了。走出来哎，是吗？真的，我看到他坐在那边，换要不要多走几次？哎，有，上次走过，有走过一次，有走过一次， okay。 我想起来了，鞋子的那一次。你有来过我们这里这么多次吗？哎，我自己也很意外哎，所以你的说15次哎，怎么有那么多次、啊？然后你真的比人家便宜吗？但应该跟在场的比，应该是便宜相当多。瑶瑶说她很心虚，因为她发现她后来除了身材，已经没有别的话题可以谈了。对，就是因为可能最近比较盛行就是身材这一块。所以是 B2 跟赵正平哪个对你来讲是比较迷人的幕后人员？比较迷人的吗？现实一点的话是 B2 哥。赵哥粉丝很多哎，你怎么会？没有，因为就是我还要工作，还要吃饭啊。赵哥现在开戏了，你不想演赵哥的戏？那赵哥也不错，因为赵哥这次拍的戏女主角也是后来跟你在一起，不是？完全没有，不要乱讲，他也是我们公司艺人宝咖咖嘛。宝咖咖都会私下帮他做全身按摩啊。哇，这么棒，裸上身哦。小姐，你讲话负责任了，我跟你讲，我捏死你！怎么可能？你连上网都裸上身了，按摩为什么不能裸上身？没有，他只是帮我轻微按摩，那么怎么可能？真的有按，真的有按啊！你不知道演艺圈就这样。你以为他干嘛当导演啊？哦，你过去帮他按按看，看他痛不痛？啊，不，不用，谢谢，真的不用，谢谢，谢谢。好了，欢迎你了，谢谢。就他出场，这个人怎么可能？对，他是我们收视率最高的人。不是应该是刘德华吗？别闹了，结果是这一位，他收视率最高。Makio， 他收视比你还高，真的？怎么？真的是同一集吗？也不是。可是 Makio 讲真的，他是收视率最高这件事，你可以原谅吗？可以啊。为什么？因为就是他最近是真的蛮幸福。我问你 ，Makio， 他漂亮还是丁小晴漂亮？我觉得他仔细看还好。你虽然看着很漂亮，但是。后面这位是仔细看会越来越漂亮，真的假的？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会创下最高收视，可是是真的哈。我们待会为大家播出他创下最高收视这个片段，我看看。哇 ！Hello， 你是不是没穿裤子？就靠这个收冲高收视率？真的耶，他就像……所以如果我们这样一拉，就越来越短，是不是？哦，它是一份礼物哎。赵哥要把这份礼物拆开吗？啊，小梁就可以了，没关系，留给小梁。所以你当初我们节目有告诉你说你收视最高吗？有有有。然后你怎么回答的？我说怎么可能？什么时候？完蛋，今天要没有。他有一阵要挣扎，变得很机智的人。你当时回答说怎么可能？对啊。然后呢？你有告诉那个梁鹤群说你收视最高吗？有啊有啊，我跟他讲说，康熙有跟我讲说，就是上。就是听说我那一段收视率很高，他说是哦，我就说可是好像是你讲话的那一段，梁鹤群讲话那一段吗？其实是他讲话那一段高吗？对啊，然后我那时候跟制作单位讲说，如果是那一段的话，你们应该找小梁哥啊，怎么会来找我嘞？结果他们说不是，还是你。嗯，所以那我就很仔细的想要回想我那天讲了什么，都想不出来。他表情应该很有趣。有吗？赵哥，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不会一直？有吗？
眉毛眼睛动来动去，对啊，可能紧张吧，在掩饰一些事情。我觉得他是气管很短，是不是？好，今天你带的礼物是一般人用得上的吗？女生会比较喜欢的。OK， 所以如果男生抽中就送给女朋友就好了。所以不是从家里翻一个你不想要的，不是，认真的，很认真。好，谢谢你哦。谢谢。中小旗小姐。男生就看到她就觉得哇塞，台湾的女生也太漂亮了吧，怎么那么可爱，就是好正哦，哇，她因为他们都不晓得她是演艺圈的人，在台湾的人都大家都知道她年纪比我大，或是她很过分，她每次都叫我去公开我的年龄，她每次在所有的场合都因为就隐瞒不住了呀。说哎，你们，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你猜一下他到底今年几岁？有些人都说他20岁，我快气炸了。一个洗手间拿出了一个我使用过的碗场，然后问我说这个是什么？他的形象很不适合用，就是。对。你现在电视上面讲这件事，完全豁出去。因为这是我觉得我最糗的事情。所以你现在还有在用吗？有的时候啊，你弄头发是什么意思？还想装东西，然后很浪漫吗？我觉得很丢脸。那是你的时尚单品吗？其实没有，我不高，真的不高。你看看，哎，先生好大。我看。哎，真的哎，原来。天哪，你本人这么矮哦。Tiana。对 ，Tiana。Tiana。对。然后这些号码是什么意思？我的出生年月。他以前坐牢的时候，老板的报纸。应该是孙协志的生日吧？没有。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有不完的奇妙。人生晚长，他为什么要讲？讲一次就算了，然后你看现在又再重复一次，然后后来做上别的节目，至少十几次都在讲我这个。有为你开一个晚长的专题吗？是没有，但是有为我想说，为什么我的个性是这样？所以如果婉床请你代言可以吗？好，好，好 ，OK 哦。把脸印在那上面。哦，脸印在上面。就每个人都要捏着你的脸去。这不行。所以倪安东那一集是你来过之后印象最深刻的。Markio 他喜欢倪安东。好像喜欢呢，因为那 Facebook 上都有什么他跟他合照。这很罕见的。你有跟赵正平合照过吗？赵哥，之前有工作过。小晴，我们认识很久了。对。他刚出道没几年，我们就合作过。对。结果呢？小晴，你应该年纪也蛮大的，你还跟倪安东照干嘛？赵哥人真的很好。我以前拍戏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拉紧急要拉肚子，然后他就是平时都很凶，他想说那没关系，我带你下山去上洗手间。然后赵哥说你很麻烦，那我带你下山。就下山的时候就去那个 motel， 对不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只是为了小点去。高正平，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去，什么事都做。我还有个助理，还有个女助理，然后选一个欧式的房间吗？他选的。你记得有一次，对，一进去我还放热水。我把冷气打开，烟已经叼着。就是有一对男女进了某跳，然后那个男的就用说，因为那女生胃肠胃不好，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有这种事哎。没有。进去以后，赵哥就说，我就说赵哥，那你们可以下楼嘛？所以他们是在那个车上等我的，我在上面上。对对对。所以你这样对赵哥讲，赵哥有没有眼神流露出失望的样子？没有啦，没有，他很好，非常非常。但是motel是不是想说真的可以在那边？不可能，哎，他马上要回去拍戏的，我们马上回去拍戏呀。我们没有问你多久啊？哦，没有，但后来很赵文凯就是，后来因为时间还没到嘛，因为一下就上完，然后赵文说啊，这样也太浪费了。没有，他就说房间还有2小时是不是？不，他有规定个时间，对不对？不是应该跟他们借个厕所就好，你干嘛开房间？不，因为要在房间里面上啊。对他不给的，不能是只是跟对，不能什么用，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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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把他送回去拍戏，你也在约别人去把那个房间用完。我约谁？你都会，我那时候约谁？你有常用这一招吗？就是女生说想要上厕所，你就带她去 motel。没有，怎么可能？这会传出去不能听啊！你说女生跟她上到吃饭吃到一半说对不起，我去下洗手间。啊，我先回家，马上开一间。餐厅就有厕所啦，餐厅上客
愿意去干嘛？然后去完以后再回来餐厅再吃饭。这算蛮浪漫的。太瞎了吧你！米娅，你的当时说时间还有多怎么办？之后你就说要看一下电视啊。哦。然后你说跟你。都在播什么？我们又不是不知道。你要回去拍戏吗？我看新闻呢。你看电视，我跟你讲，你不要故意扎那个脸，好像哎呦，受不了的样子，你少来。我错看了。你讲，我看什么？你讲，你讲。你这样还算个英雄好汉吗？当然，我看新闻啊，我没看什么。我们是看 A 片吗？不是吧？什么？因为他要看电视的时候，我跟我助理就很尴尬。那个时候我们赵哥我们在楼下车上等你。你以为他要看那个对不对？我不知道他看什么、啊。怎么他也不让你走？他也不是，他就是那个时间要到，然后再回去啊，只是等那个时间。好，今天那个我们的明星们带了一份他们真心准备的礼物，希望工作人员可以得到一点慰劳。交换礼物大会开始，首先由人气艺人们来提供礼物，看哪些工作人员会出道，成为兔年的幸运儿。那小晴，你带的是什么？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吗？哇，很大。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以为是对方直接抽直接猜，是我要帮他猜吗？因为他是包起来的，我要揭晓，然后我们才来抽人。啊，好好，很漂亮哎，用电脑的吗？对，电脑的。它是一个 LA 的牌子，一个服装品牌，很漂亮啊！而且还有哦，里面还有，因为我是送给比较中心，因为我不晓得是男生女生，所以我觉得哇，这么用心。而这个牌子我也很喜欢，这个。这个可爱哦，这很好看，所以如果女生穿应该也可以。骷髅头哎，还有哦，还有有有几样啊？没有，是买这个送的。对 ，iTouch 的壳。哦，看看哪一位工作人员可以得到这个奖。谁？执行制作谁？小黑。你不像是自己要用是不是？哎，可是我常看到你啊。对。你已经工作多久了？工作大概三年。哇。所以你结束之后有大骂我跟蔡康永吧？没有。讲一个我最贱的事。都很好啊。因为你为了康熙来这个节目，最久有多久没睡觉？就两天吧，还好。所以你恨 B Two 吗？不会啊。所以你是有怀抱梦想吗？在对电视圈？有。你的梦想是什么？成为伟忠哥吗？就是让电视机前人都还蛮开心的。小开心。少过来这一套。恭喜你啊！好开啊！我真高兴礼物有交到这么辛苦的工作人员手上。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录完影了，他们还要继续准备新的内容，然后就七横八竖的就躺在那个工作间都没有办法睡觉。而且这个男生我真的常常在录影的途中用余光看到他在旁边是脑死的状态。他头发永远都是这样乱七八糟，然后余光看到他就这样。然后我说你太没精神了吧。康熙来了，我幕后人超沮丧的就这样。像行尸走肉，好可怜哦。好，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下一位的片段。用清醒的眼光看他，还是帅？他觉得可爱吗？你怎么 Q 哪里？然后你们俩都微醺了，已经都很 OK 了，然后就进行到亲热那一块。可以。杨克群带来了一个瓷器，对不对？有。那谁把它收下？本来是我想要换的，结果马克不换给我。当时内心有人就在抢了吗？我们都被蒙在鼓里耶。我对你的好感其实从以前就有一些在。真的？对啊。都不知道哎。就因为以前。没有啊。有感情哎，还不错呢。对啊。刘朝祥先生看他吃的样子，对他来说是易如反掌。李科。
三，开始。马 Q 看你刚刚笑得如此开心，自己亲自上床却吃成这个样子。干嘛吞水饺？没有，那个是就甩骰子啊，然后就甩到了这条的机会还是？可是你当时已经笑倒在地上。对呀、啊，我以为我因为刘超强对，你还觉得你很厉害啊？然后才吞七颗而已，想说怎么搞什么东西啊？想不到。然后呢自己 A 到什么的，对对对。然后后来我真的自己去试哦。他的理由吞不下去，理由是真的水饺太冰了，太冷了，冷掉了。冷掉的水饺是真的很难咬。请问你今天带来的礼物是？今天带来的礼物是大家都用得到的东西。你刚刚看到那个小晴的礼物的时候，你有被吓到，说你压力很大吗？没有，你的也很好，是吧？我的也很好。OK， 我的礼物是这个 iPad。是一个真的吗？是真的，随身听，没有盒子。iPad 没有盒子，没有盒子，就是你如果抽到的话，你可以去挑选你喜欢的颜色，然后呢，后面还可以帮你刻你的名字。为什么那么好？你说要自己额外再付钱吗？对，没有，我全部整套，还有耳机，所以你要留电话给那个员工，是不是？给胖姐的。告诉我们是谁？得奖的是制作群的谁？叮当。恭喜叮当！我猜的吗？谢谢你，抱一下。麻烦来一下。我们不认识你，没关系，不用认识。你是谁？我是叮当。可是，刚听你大声吗？不是，我没有用余光看到你过哎。对，所以你不会是才刚来几集而已吧？是吧？哎，是啊。OK。那你还来？看一下 ，S， 你看他的隐形眼镜。他有用变色瞳片。他用变色瞳片。你想干嘛？你想要当艺人啊？不是。你们工作人员都两天都睡不着，眼睛都快瞎了，然后你还戴变色瞳片？不是，这些洗澡。你眼睛不会干死吗？不会。你知不知道康熙比我猜可能压力更大，因为我们是每天都播了节目。我以前有做带妆的。什么？棒棒糖。你应该有爱棒棒糖弟弟吧？没觉得他应该就是许愿说，我要是进不了棒棒糖，我就要爱一个棒棒糖。你爱谁？王子吗？没有。敖犬？没有。威廉？没有。小玉？没有。我知道了，阿伟，恭喜！好，接下来我们要看赵正平先生的片段。第首先你前面的一，刚开始醉了吗？不是，你已经抓不住距离了，是不是？谁放的单子在这里？没事没事没事。他倒数了。我来录康熙最少超过快三十集。对，今天真的是让我最开心。我们很高兴。这是最后一集啊！一、二、三，唇对唇。哇！闭眼睛哎。我们这边的菜里面哦，都算是高鲜的哦。比较健康的，名字有没有？其实你要放木耳，放金针菇，放什么大陆妹都 OK 的。那你菜名就应该叫高鲜豆浆锅啊！你应该主打高鲜才奇怪，你管我要写什么？好，那都是。可是你的书不是主打那个快速简易吗？男的也有男的，好不好？你眼睛瞎了，你多看几眼。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他该主打多快，然后简易，然后现在跟男的来说。其实这道菜也有男的。两位也有两位的难处，没有难处，你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配合。哇！按个摩，按下，哇！按摩不是擦我。
笑。你按肩膀，你得。哇塞！哎，我没有很在乎，有没有原谅我？哇！你下场。好了。赵哥，赖琳恩那一次是还蛮好玩的，是不是？对对，我没想到说他愿意亲哎，你那时候还一直在跟他讲说，哎，不要为了。你的未来的形象这样子，他说没有没有问题 ，OK 的。是，好，赵兄，你今天带来的礼物是？不会是手枪吧？不是，因为我们是电视人，灿坤哎，所以呢，今天送的还是这些人，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他们随时哈离不开这个东西，离不开这个东西，回大家，回到家也是。什么？哎，送一台行动的3.5寸的小电视，真的是可以看数位电视啊，可以看电视，是最新科技吗？好像出来有一阵子的，出来一阵子是6年吗？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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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买到那些配套措施吗？没有没有，它就那么小一台嘛。就那些老人家在公园看的。什么老人家？我是收音机的老人家。哎，这很贵的呢，这很贵的呢。这很贵的。我懂了，现在不是都用 iPad 啊 ，iPad 啊 ，iPad。真的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这个当成一个类 sample， 就如果等一下抽到了那个工作人员的话，直接跟赵哥申请一台 iPad。我半年没上工啊，我没有那么多钱了。快快快快，他们很辛苦的。真的假的？不是，我真的是 iPad 吗 ？iPad 呢？那也然后那个就留给赵哥自己去公园，自己去公园到公园看电视。我看这个人该死不该死啊？敢跟我拿哈？导播？谁？摄影师？哪一个？哪一位？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来。刘俊熙，哪一集？给你放，你看，看起来为什么那么凶狠呢？我就工作认真。所以你拍我们节目已经多久了？从第一集到现在啊。所以你每年都做呢？你从康熙来第一集到现在吗？从2004年吗？我在中间很久了。那你有觉得我越来越漂亮吗？你一直都很漂亮。所以你每一次拿摄影机对着我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兴奋？这么多年来，有想过得到他一个拥抱吗？没有哎。今天给你好不好？可以。还可以。辛苦了，谢谢。帮我拍得很漂亮，谢谢。我记得他哦，是 iPad 哦。来来，谢谢下一个，下一个。康熙年度人气王，接下来除夕团圆喽！你看咱们工作人员来交换礼物。刚刚赵哥冲出了新人得主，是咱们摄影师。而轮到咱们收视率低迷的英奇出来喽。好，接下来我们看英奇小姐拼的。端正十位，当然是选择这一位，是不是？完全没有一个缺点可以挑剔，好吧？他是在借我们节目告白吗？杨鹤群真的是亲门踏户哎，就自己那么多节目不告白，跑来我们 VCR 里面告白什么？好想跟你生小孩耶 ！Oh my！ 哇！你应该都一点都没有觉得你们会有障碍，对不对？不会，我觉得人生很难讲，我都有做好心理准备。会不会醒来一切都只是一场梦？我知道，我有看全面启动。哎，所以你亲吻梁鹤群的时候，现在应该是整浑身都发热吧？就是刚好是这个阶段。哇！因为那个，我跟你讲，这个阶段是最要好好把握的时候，稍纵即逝。嗯，你说现在你跟几仙？没有，我是说，最知道嘛，最知道。请问你这一段就是收视率最高的那一段？哎，很奇怪啊，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你没有做什么夸张的事情啊。对啊，除了对答比较顺畅之外，真的突然变流利，所以观众好像还蛮在乎艺人真实的生活。是因为有些感情就告白起来是假的，那这个好像很真实吧？请问你今天带的小礼物是安眠药吗？那你晚上更好睡啊？没有啊，这
个是我选的，女生可能会喜欢我特别，因为我常来就看到很多女生，那男生可以给工作人员这个。这是什么？哎，很漂亮啊！对啊，钱包，很可爱，很可爱。旁边有一个爱心的那个，我觉得很可爱，我很喜欢他们家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挑他们。看起来好像是你认真挑的，嗯，因为我自己也喜欢他们家的东西。很有名模的风格。有人在祷告了，有人在祷告了。有没有人想要吗？很可爱哦。是这个，是制作群的倩倩。他抱一下吗？谢谢谢谢，希望你喜欢。请问你是？啊，我是倩倩。你在康熙很久了吗？七八个月了。B two 对你好吗？哦，很好啊。所以抱着你回家吗？如果一定要选一个 B two 跟詹仁雄，你要谁？就是他们会全裸站在你面前。我选 B two 好了。是 B two， 谢谢倩倩，谢谢。原来他们忍受这么多磨难，就是他们在暗恋 B two 耶。为了你耶，好多人喜欢 B two 哦。Kevin， 你今天带礼物是什么？哎呦，哎，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品牌，很好看啊，跟 Jeremy Scott。他们 crossover 的包很好看，好适合工作人员哦。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康熙的工作人员都很年轻又时尚。对啊，很时尚。对，然后呢，另外里面还有两个东西。这上次，哇，这个是没了啊！这是正版，这不是山寨版哦。你说那个赵公的吗？不是不是，这个像蒸汽，对，这个是奈米的化妆水机。这个这个里面装的是抗皱，然后就是拉提的化妆水。那万一没了怎么办？它其实它有附两瓶，那如果没了的话，你可以装自己平常。所以可以终身跟你申请吗？可以。哎，这很神哎，这个东西。平时都可以。我就算不用，我拿出来玩也觉得很好玩。对，而且它这个不会喷到你的脸，是湿掉的。会紧实。会。啊，好保湿哦，真的。在冬天很适合。啊，很软的，你小公也这么高级，可是会吃到哎。我嘴巴要闭起来。那你再不早讲，谁叫你还有这个吃鱼的样子？这个，这什么？这个是，这个你可以当成女生喜欢，就是女生都会喷香水，对不对？对。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泡泡香水。哇，什么意思啊？就是。吹到身上，就是这么好闻，有吗？吹到身上，有泡泡，对对对，就是这样，你看哦。然后这里去这样吗？对，然后它在你的身上，哎。有香味吗 ？Markio 有香味吗？有哎，有香味吗？有香味，好梦幻哦！太高都没有，你呢？你用不到啊，用不到。好累哦，好累哦，我要喷香水，喷香水。他刚才没有说我去补一些香水，又回来满头大汗。就很有情趣，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太好了。哎，麻烦你帮我们抽出一位来，这不错，这个好哎，因为我是很男性化的摄影师，跟我的工作是一样的，化妆师一定。恭喜你。大家看看她的打扮，所以这个长裙是故意穿的。嗯，你知道她平常帮 S 化妆的时候还围围裙呢。我有看过，而且她平常帮我化完妆之后，空档她就会一直帮我按摩。哇！所以你每一次帮我化完妆，然后再按摩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想说去死吧？没有。你有没有跟你男朋友抱怨说 S 一直奴役你？没有，新年快乐！接下来看雅雅的画面，不要出来，不要出来。
吧，拼了。我的都热起来了，热起来了，又哭了啦！我不是选美冠军，不是啦，你才跟一个人竞争，你要哭，我太感动了，太感动了！你人生是有多不顺啊？我在韩队四年来，大家都当我是智障，谢谢大家。所以你有觉得重新被认识是不是？你从来没有在网络上被网友转你的影片，说性感美女这样吗？他们都转我做电影巅峰的影片，点击率破百万，真的。他就直接跟我讲说，你今天穿是什么样子？你知道演艺圈有两种人不能发吗？我说哪两种？他说一是话少，二是穿太多。我说我下次不会发你，我就哭了。不是少不少，是有没有穿对衣服啦？你们刚刚是当时哪里？真的有跟他吵起来，对不对？算了啦，这是事情过了就算了，就忘记了。对，所以今天带的礼物是可以告诉我们吗？是我特别去准备的暖暖包组合。哎，这个很棒，你看这个是专门贴在腰部的暖暖包。哎，算了，不好意思。哎，这个。您说里面有五六个暖暖包吗？没有，它就是还有贴在肩膀上的啊，然后还有一般的啊，用得到啊，还有小包的啊。你很用心选，谢谢。我真的很用心，很用心，看得出来。好吧，看看是哪个倒霉鬼了哈。不一定是倒霉鬼，他们很高兴。好了，我看看是谁，常务杨国盛先生。哦，他看起来是怕冷哦，你看他手背心。暖暖包组合，加油！谢谢哦。国立英这边请，请问用得到暖暖包吗？用不到。啊？可是你会穿这种羊毛背心，不是代表你怕冷吗？够怕冷。哦，所以你是一个爱老婆的人。所以太太看到你跟瑶瑶拥抱会不高兴吗？不会。你刚才不是在后台说你最爱他吗？要谢爱杨先生，祝你新年快乐，谢谢。今天呢，那个 CD 跟我也有准备礼物，所以我们，我先拿我的好了，好不好？大家对我的礼物呢，一向都没有什么信心，因为我都会用，我都会用名牌装一些不是的东西，所以我拿出第一个的时候，我觉得工作人员会心中发寒，就是完全是我的那种风格的乱搞的东西，应该很有创意，杯子，是一个罐头。上面写着关掉你的电视机吧。可是里面有什么？没有东西。啊？里面有东西？连限量公仔都没有？你干嘛瞪我？啊，这是一个北欧设计师做的。Who care？ 你少拿北欧吓唬我。好，我知道，这个只是逗大家开心的小点心。除此之外呢？另外就是。正牌的，然后如果因为我今天实在有点忙，我来不及准备，可是我觉得只好以品牌取胜，希望大家领情。是一条海豚，好可爱哦，海豚的领带，上面是粉红色的小海豚，所以男生跟女生都可以用，如果女生抽到也可以送她男朋友。OK， 好，那我请小 S 帮我抽好吗？哇，谁东西？制作群嘉伟，可以呀，可以呀，很适合你啊，你好像很爱打扮的样子。我把拥抱也由小 S 代替我付出好了。谢谢。请问你来这里多久了？你是老员工哎。两年半。两年半都在做康熙吗？对对对。所以你回去有跟你的朋友讲我和康永哥的事吗？不会啊，没有值得跟朋友分享的。就他们会问啊，那我说看电视就知道。所以会问我什么八卦吗？
没有。你有没有梦到过小 S？ 有。梦到什么？很漂亮。春梦。没有了，不是。你有梦到过小 S 哦？哇！你好休想靠近我你。他有穿吗？在梦里他有穿吗？有。所以你穿什么？睡衣吗？你好，嘉伟是你错的，谢谢你，全部梦到你，而且他不好意思讲，他在回想。最后一个小 S 的礼物哦，这个礼物我个人觉得太棒，没有人不爱，我可能知道，要是我收到，我一定爱死了，我觉得应该是，这是一瓶香槟王。小薇老师 ，Kipo 老师 ，Kipo 啊 ，Kipo， 恭喜，哇，小薇老师哎，老师，哇塞，感觉很爱喝哦，辛苦你了，辛苦了，谢谢。请问你在这里多久了？没有印象，很久了吧？蛮久的，好像那时候生小孩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是哦，对。所以那可是我们好像都只有跟阿咪聊天，都没有跟你聊天哎。哦，对，因为我们不熟，我不好意思。你也很想聊吗？没有啊。那你有在喝酒吗？有。所以这个是你想要的，是不是？对。你该不会也在梦我吧？好，祝你新年快乐，辛苦了。今天让各位明星破费，很不好意思。那康熙来准备一点薄礼要回赠给大家。人气人礼物果然做得相当的不错，接下来换咱们作单位来回礼啦，要让他们来抽出九宫格里面的神秘礼物喽。这边有个九宫格呢，每一位。从当中打开一个洞，里面可以拿出一样礼物来，现场就可以得到了。那 Kevin 老师，请你先选吧。哦，好。九宫格，你随便选一个。想打，手打破进去。哇，真的。好，请问是什么呢？啊？什么？有伟修哥的味道。是这个吗？那是年菜吧。啊，年菜。年菜吧。对吗？哦，哇，不错，救生菜，不错。上面是什么？甜蜜的陷阱是什么？Joanna 做的，都是好吃的东西耶。谢谢。谢谢你的礼物。这个比我想的好哎，我以为是伟东哥穿过内裤什么的。那个赵正平多想要啊！非常危险。好，丁小晴来。小晴得到什么呢？应该不 OK 哦，他，哇，可是那么大一个，很棒哎，什么什么？好大哟！康熙陪你过好年，怎么这么大？这是什么东西啊？好，接下来 Bucky， 有点无力啊。好。哇！完了！什么？马尼？什么？十全十美，有缺憾。陈汉典送的十盒孔雀，还有这个，还有年历哦，你会每一个月比每个月更想杀他哦。还有写新年快乐送给你哦。他说小弟有事在身，十箱饼干聊表心意。
奇类的，还蛮实用的。哎，瑶瑶，啊，换我了吗？哇，饼干被抽走了。对啊，哇，好棒！饼干抽走了。速度才好。一号。瑶瑶得到什么呢？看一下。好嘞。第一美女来伴君。我可能知道什么。是月历吗？哇塞！哇！啊，好棒啊！放个屁！哎，这我精心挑选，你看，牛吗？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什么？对啊，哎，你看什么？你做的吗？这个赵哥多想要啊！对啊，你去年那份我还留着，还是留在家里。脏掉了吧？你也拿换一本新的啦。我贵，我抽到跟你换了。好好好。哎，这个我也想要，哎，这不错哎。等一下再说，搞不好你会要我的。好。来，殷琦，殷琦。这个太厉害了。啊，殷琦小姐得到的是。送礼是用两相宜，这是什么？我想要这个，想要的，怎么就买不到？可爱，我买不到，新颜色哎，我知道这个是新的，很多人有，恭喜你。这个应该被赵兄，这被抽走，赵兄应该抽不到什么东西了耶。什么？精神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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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赵哥应该用险金吧？不要可能应该是。为什么这么准确啊？你好厉害！你要你要买 S 的年历还是？我有我有一个年历啊！哎，你看我的年历，只要你还需要精神，看年历配满补 OK 的。下流，太下流了！谢谢各位明星对你的支持，请继续支持我们康熙来了。